哦，我的朋友来了，是不是？是谁？你的朋友？是谁？是你的爱。嗨，哎，嗨，黄安说中的自由来了，你先上船。开门啊！我是第一个客人吗？对，我是第一个客人。你是第二个，第二个。哇，你今天很美。你等下就直接进厨房帮忙啊。嗨，哎，哎，你好，请消毒。哇，你这么客气，你带什么？那个不是，不是叫是一起来买咖啡吗？ 我要假装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来，请坐。我帮忙一下，我现在要当客人了，等你来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入座吧。请坐，请坐。家姐，我是今天的，你可以任意的使唤他。对，请坐。好。然后等一下我有加菜，你等下有加菜？对呀。 我好饿哦！两位，因为是我们的最终 VIP， 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就是 The Last Day VIP， 最佳飨宴这样子。啊，你红酒炖牛肉。Yes， 我们会，好帅哦！我们会上那个香酥法式圆面包，还有极鲜干贝马铃薯泡泡，现捞湾流九孔佐暖环酱。 还有老屋香浓红酒炖牛肉，刚刚都暖环酱吗？也有我们今天佳姐的隐藏菜单，然后还有康哥为大家煮的鲜甜大根排骨清汤，然后最后是超赞赞赞巧克力泡芙。对，今天来的时候是把所有每一集的经典都把它放进来了，所以就是一看到菜单有像红酒炖牛肉啊跟酒孔，就觉得 Yes， 今天觉得意外的很满足。那我们只需要帮我们决定想要喝什么就好，饮料的部分。对，哎，或是你想要喝什么？对，那我想要热开水。热开水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们用热咖啡啊。哦，好啊，那这个就你不用冲一个咖啡，但酒杯里吗？没有，不能弄那个汤宝波。哦，对，你今天是不会常喝？没有，我是内场这边。那我喝白酒好了。啊，我们白酒是一瓶算的耶。啊，一瓶算。对啊。可以啊，我会帮他偷喝掉，会偷喝客人的酒。因为你会偷买单掉。又有客人来了，康哥又有客人来了。啊，有有有。 你好，康哥好。嗨，你好，康哥好。你怎么还在礼物？对啊，我想说你们都没有经费可以吃饭。哇，所以我带了我的小情人面给你们。走吧，很多很多。你好，康哥哈。嗨，你。太快了，礼物给我们哎。小情人面，走来了，你的竞争者。我还没有追到的。我今天是面类的大背景。我来了，你的竞争者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请跟我们。我们放地板就可以了，没关系。不是，我会把遮住。我们下来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请跟我们。我们今天会来啦。你要请跟未来吗？哎，他刚好。陈哥是未来。帮你放好，不不不行，不行，静雯姐太大牌了，我不行。我帮你摆多
我不能喝酒，那我就不能开整瓶啊，这桌都没有人喝。真的，雅和也可以喝啊。我等一下有可以。阿凤跟阿喵也喝一下，那这瓶就算你们的哦。好，他说好，他说好，你们可以。你们这样子会亏钱。对，会亏钱。达达也可以喝。男模会管陪陪陪。对啊，怎么这么帅哥好开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您的服务。不会不会。 看节目给你超多笑料，看我给你一桌好料。来吧营业中推出美味的料理，每一道食材都是精挑细选，慢慢洗呀、挑啊切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现在只要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享受到一整桌的劳务精选名菜，而且直送到你家餐桌，就跟到店里吃一样。别让你的口水白流，赶快上时尚玩家购物网去买哦。好好吃。
看爆浆了，哇！